Chicken Club， 我是齐轩。今天我要教的是 Side Flip 团身侧空。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Go。首先要先学会侧滚翻，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，建议你跟我滚一样的方向。再来可以把软垫叠高，做一个侧滚翻上高。等到你上高跟落地练得比较熟悉之后，就可以练助跑和起跳。你可以用 pop 或 punch 来作为起跳方式。以下我都使用 punch 来做示范。会了助跑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练助跑侧滚翻上高。这里我们可以放一个更高的软垫在软垫前面。我们为了飞过前面较高的软垫，所以可以制造出更多的腾空时间。这个步骤和上一个步骤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要用更大的力气快速在空中做完侧滚翻，减少对软垫的依赖。等到上一个步骤做到很轻松的时候，可以把前面的软垫跟一层软垫拿掉，去试试看侧空翻。一开始肯定会失败，但可以用这个步骤跟上一个步骤反复练习，你就会比较习惯空翻的感觉了。等到会上一个步骤，就代表你已经会侧空翻了，接下来就很轻松啦。你只要一层一层的把软垫拿掉，直到最后没有软垫也能做得出来，就代表你完全学会这个动作了。最后我们来看看 Side Flip 可以延伸出什么动作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